小调和弦。小调和弦在书上的第十页、第十一页跟第十二页。小调和弦它比较偏爱用 Dore 音阶来找，然后它的原因，请你务必要看书一下。好 ，Dore 任何一个大调音阶第二顺位的音符当起音，例如说降咪大调。降咪大调第二顺位的音符当起音，这个就是一个 Dore 音阶，所以 C Dore 这个就是 C Dore。 在爵士音乐小和弦偏爱用 Dore 音阶来找，好，所以 C Dore 可以得到，轻易得到 C Minor C Minor 7。接下来我们把十二页小调七和弦整个弹一遍 ，D minor seven， E minor seven， F minor seven， G minor seven， A minor seven。升 F minor 7，降 E minor 7，降 B minor 7，B minor 7，降 A minor 7。